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冷知识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企鹅的冰上芭蕾滑行高手揭秘；二、蜜蜂的六边形建筑学蜂巢设计秘籍；三、海豚的微笑背后智慧水族的秘密。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企鹅的冰上芭蕾滑行高手揭秘。各位亲爱的冰原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南极大陆上的一群优雅的居民——企鹅。这些穿着正式晚宴服的小家伙们，其实是冰上芭蕾的天生高手。当然，他们的舞蹈可能不会出现在林肯中心的舞台上，但在冰雪覆盖的南极洲，他们的表演绝对是五星级的。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企鹅滑行的技巧。这不仅仅是为了好玩，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动机，而是一种高效的移动方式。企鹅的脚虽然在陆地上行走时显得有些笨拙。 但它们的腹部却是滑行的完美工具。当企鹅想要快速移动时，他们会用强壮的翅膀和脚来推进自己，然后像一位滑冰者一样优雅的在冰面上滑行。这种滑行方式不仅节省了他们的体力，还能让他们在逃避天敌，比如海豹的时候快速逃脱。想象一下，一只海豹正准备享用企鹅大餐，结果企鹅一个华丽的旋转就从海豹的餐桌上溜走了。这场景简直比任何芭蕾舞剧都要精彩，而且。 企鹅在冰上的滑行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它们的羽毛。这些羽毛不仅保暖，还能减少与冰面的摩擦，让滑行更加顺畅。这就像是穿上了一件专业的滑雪服，让它们在冰上的表现更加出色。当然，企鹅的滑行也不总是完美无缺，有时候它们会遇到凹凸不平的冰面，或者是其他企鹅不小心挡路，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小插曲。想象一下，一群企鹅在冰上滑行。 突然，一只企鹅失去平衡，引发了一连串的碰撞，这简直就像是冰上版的保龄球。总之，企鹅的冰上芭蕾不仅是一种生存技巧，也是南极大陆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下次当你看到企鹅在冰上滑行时，不妨想象它们是在进行一场精彩的芭蕾舞表演，只不过观众席上坐的可能是一群好奇的海鸟和偶尔路过的科学家而已。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蜜蜂的六边形建筑学、蜂巢设计秘籍。 各位亲爱的学生、蜂蜜爱好者，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进这堂课的网络游民，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大自然中的小型建筑大师——蜜蜂，以及他们那令人惊叹的六边形建筑学。首先，让我们来点赞赏，蜜蜂的建筑技巧可不是盖的，它们的蜂巢设计可是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自然选择。比起人类的建筑历史，那可是老祖宗级别的经验累积。蜜蜂建造蜂巢时使用的是蜂蜡，这种材料既环保又可食，比起我们人类的混凝土和钢筋。 简直是天然无添加的有机产品。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蜜蜂会选择六边形。首先，六边形是一种奇妙的几何形状，它能够让蜂巢的每一个小房间紧密的排列在一起，没有任何浪费的空间。这就像是你试图把一堆硬币紧紧的排列在桌子上，最紧凑的排列方式就是每个硬币都被六个其他硬币包围，形成了一个各六边形。这不仅仅是空间利用的问题，还涉及到材料的经济性。 科学家们通过计算发现，六边形的结构在使用最少的建材的同时，能够创造出最大的容积。这对于蜜蜂来说，意味着它们可以用最少的蜂蜡建造最大的蜂巢，存储更多的蜂蜜和花粉。这在建筑学上称之为蜂蜡节约计划。但是，蜜蜂的建筑智慧不仅仅停留在六边形的选择上，蜂蜂仅仅择上它们在建造蜂巢时还会略微倾斜每个蜂房的底部，这样蜂蜜就不会从房间里流出来。这种设计在人类建筑中称为防漏斜坡设计。 而在蜜蜂世界里，这是基本常识。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蜜蜂的社会合作精神。一个蜂巢的建造是整个蜂群共同努力的结果，每只蜜蜂都是小小的建筑工人，他们通过精准的沟通和协作，共同创造出这个蜂巢奇迹。这种团队合作精神，即使是在人类社会中，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总之，蜜蜂的六边形建筑学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界的奇观，它还是效率、经济性和合作精神的完美展现。 下次当你享受那甜蜜的蜂蜜时，不妨想想那些小小的建筑师们以及他们那令人敬畏的蜂巢设计秘籍。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海豚的微笑背后智慧水族的秘密。各位亲爱的水生哺乳动物爱好者，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在海洋中翩翩起舞，总是带着似乎知道人生真谛的微笑的生物——海豚。海豚的微笑背后究竟隐藏住怎样的秘密呢？让我们一起潜入这个话题的海洋深处。 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首先，海豚的微笑其实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错觉。这些聪明的水族成员拥有一个固定的面部结构，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微笑。但别被他们的外表欺骗了，海豚的情绪比这个永久冻结的表情要复杂得多。他们会感到快乐、悲伤，甚至会对同伴表现出同情。是的，海豚有情感，而且还会进行复杂的社交互动，这一点在动物界中可是相当罕见的。 海豚的智慧是众所周知的，它们不仅会使用工具来寻找食物，比如利用海底的海绵来保护他们的鼻子，还会进行社会学上的复杂行为，比如有组织的狩猎和复杂的沟通系统。海豚的语言不仅仅是一些随机的噪音，它们可以通过特定的声波模式来传达信息，甚至每个海豚都有自己的名字，一种独特的哨声，其他海豚用来叫唤它。但是，海豚的智慧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上，科学家们发现。 海豚的大脑皮层非常发达，这是大脑中与思考和情感处理相关的部分。这意味着海豚不仅能够感知自己的环境，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抽象思考。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海豚能够与人类进行某种程度的互动和沟通。有趣的是，海豚还有一种特殊的睡眠方式，称为半脑睡眠。这意味着它们的一半大脑可以保持清醒和警觉，而另一半则进入睡眠状态，这样它们就可以持续呼吸。 同时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警觉，以防止天敌的攻击。想想看，如果人类也能这样，那么在办公室打瞌睡的同时，我们也许还能继续装作在认真工作呢。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海豚也是地球上最好的水中舞者之一。它们的跳跃、翻转和旋转动作不仅仅是为了好玩，这些行为有时是它们社交互动的一部分，有时则是为了帮助它们捕食。 海豚的这些动作展示了它们惊人的身体协调能力和对水域环境的精准掌控。总之，海豚的微笑背后隐藏住一个高度发达的智慧生物，它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奇迹。下次当你在海洋公园或是在野外看到海豚时，记得这些生物不仅仅是可爱的表演者，它们是拥有丰富情感和复杂思维的智慧水族。而它们的微笑，或许正是对我们人类的一种友好的、神秘的致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亲爱的观众们，今天我们谈论了企鹅的冰上芭蕾、蜜蜂的六边形建筑学和海豚的智慧水族。这些话题不仅让我们深入了解了这些动物的独特之处，也让我们对自然界的奇妙和多样性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企鹅的冰上芭蕾展示了它们的滑行技巧和优雅的舞姿，让我们可以在想象中将它们的表演视为一场精彩的芭蕾舞剧。 蜜蜂的六边形建筑学则让我们惊叹于它们的智慧和经济性。这些小小的建筑师们以蜂蜡、啊、建造出最大的蜂巢，存储更多的蜂蜜和花粉。而海豚的智慧水族则让我们对它们的情感、社交互动和智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它们的行为和能力令人惊叹。这些动物不仅仅是我们地球上的共同居民，它们也是我们与自然界的连结。 他们的生态角色和独特的行为方式，让我们更加认识到自然界的多样性和美丽。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你们对这些动物的奇妙之处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疑问呢？来参与讨论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